欸，等一下我就那边爱帮我拍一个 MV 啊。嗯，周杰伦那个 Tribago 那个有没有？那有个旁边有女郎、啊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好 Tribago 好不好？找饭店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大そよぎただしい仏拜法寺。前方测速照相视线80公里。这个颜色不是人人可以驾驭的。哎，这个颜色会不会是那个师傅的车？哪个车？那个紫色神教啊。哦，神教。哦，我怎么？那我们要跟到后面，我们就可以吸收他的那个。我们现在要去那个出发去南京东路三段 ANA， 哎 ，ANA 全日哦日商全日本空输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去参加一个座谈会，干这重机其中间全要骂了条，全。对，我们今天是来开房间的、哦，开房间，刚去对面的 ANA 开完座谈会，对面那栋。来获得这个小礼物，听说是非卖品。啊，我开看看啊，开箱。哎、欸，哇，你看，他们在社内，要只知道内设哦哈。我说是社内要申请，因为是非卖品。开心，虽然我怕高，我有惧高症，想说哦要估一台车啦，可是。我觉得买的机会可能不大，但是因为刚好他跟我约的所在地就在座谈会的斜对面，时间也刚好 match， 他刚好是我座谈会结束的时间，他有空。不管有没有买，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台车，请车主来帮大家也介绍一下他这台车花了多少心力，这样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蛮屌的，蛮屌的，真的。好，等一下跟大家揭晓什么车。气冷的这样子开，在台北这种天气也没关系哦。我要放一支灭火器，这么夸张？他没有温度表、啊？哎、欸，没有，没有温度。哦，所以你也不知道他温度的状况是怎么样。这个没有表。对，气冷的，所以他也没有水温可以监控。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大部分都是短程的移动比较好，对不对？打开金龟的屁股，时速可以开到多少？123没问题。然后你有开到 Mustang 过，哎呀不错哦。你说这个是几年？1972，车牌就是啊。哦，这是车牌。哇，哇，你看前面金龟的前面打开，然后又皮带在那边，还没有切换。对，它这只有罩子而已吧？哎，没有，它灯里面有灯啊。对，这怕有怕火来了。哇，哇，因为它这个拉力啊，这都新的哎。哎，这资料吗？对啊，可以看一下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想要看1972年的资料都不一样。里面应该是上一次过户的资料。哎、欸，1972其实也一样啊，也是一样这个啊。我以为会有那种开始最原始的车籍资料。还有，还有那个二战时代留下来的资料，其实也还好啊。哦，这个窗户最屌，这个窗户是最屌的。其实一年前就有在看这一类的车，然后刚好因缘机会下，它也有一点，啊，回来一点的梦。然后两个月后就是、欸，你的梦也太快了吧！你的梦都不值钱，6月到现在，7月、6月到现在，3个月、2个月而已。没有，我还是很喜欢它。从新庄开来，你是大概几点的时候开来？我今天早上4点多出门的，比较凉，我不敢、哦，比较凉，然后不塞车这样。然后这台呢，它前车主也因为了散热嘛，它油底可以加大，然后避震有改，它把它变比较低。我记得我上次去换轮胎有看到，好像是日本牌，会硬吗？很硬，很硬啊！过弯还蛮好。
你开来，你早上四点出门，那你回去怎么办？等下应该再吃个饭，等到七八点。哎、欸，真的要为了这个车改变生活作息，对。所以你之前只要有出门，不一定开，很少开。我基本上都没有怎么开，就是晚上偶尔会去台北绕一绕的。就有出门，然后晚上两个都才出门这样。你、欸、这个真的要有位置放。对。啊，这个车你也不可能丢在那边淋雨啊！这个车丢到俱乐部，应该会有很多人想要收吧？啊、因为它的车况整理得很漂亮哎、欸。啊，你就不要那么坚持，你就价钱不要看那么高卖就好了。我没有看很高吧？我不知道你看多少，我不晓得。我还没有，哦，你还没有碰，我都还没有，因为真的没有时间，太忙。就是因为你PO上去之后就要去回一堆资讯，没有啊，就有缘人啊。我是觉得这样啊，当然他如果便宜卖我，我会很爽。可是问题是站在他的立场，你当初一定买很贵的人。因为这个太多种车，就是很多车友，所以这个价格我觉得不敢乱讲。镜头前不敢乱讲，不敢乱讲。有很多车友在。因为这种车其实没有一定的价格，对，坦白说，就是它还是一个情怀，就是两个人讲好就好了。他看我爽要卖我10万也可以啊，他看我不爽要卖我80万也 OK 啊，真的就是这样啊。真的，这种车本来就没有一定的价钱，所以他那时候叫我估，我都不够，我就不随便估。这很难估哎、欸，这超乎专业范围之外，啊、不能用什么公里数、年份，这种就跟冷门车一样、啊，你想卖多少钱，我想买多少钱，大家瞧一瞧，讲一讲，可以就买，对，啊、不行就算了。站在我的立场，你也知道我车那么多，啊，这个车坦白说，我也不可能买回来每天开，所以一定就是放着，等有缘人。啊，我坦白讲，差别就是在于我承担这个放着的风险跟照顾它的麻烦，要有车位嘛，啊，我放越久，有可能坏的东西越来越多，所以其实。就是差别这样而已，因为这个对我来讲，坦白说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盈利啦，因为我也没卖过。我说实在话，我真的没卖过。可是我真的觉得，我是很喜欢这种老车的精神。我自己常在弄车，我知道中间有多累。虽然它是简单，我是简洁。好了，那我那个剩下我就慢慢跟他谈一下。看到没有？橘巴狗那个。再一次。卡上长啊！椅子怎么调？啊？椅子怎么调？椅子不能调。我可以调，但是我不太敢动它。好好，不要。太窄了。我们叫泰山后自己会跑的感覺。好窄哦。然后大灯。对，那是都。主风门大灯。然后双黄灯、点烟器，哇！然后方向灯、雨刷，然后这有一个置物盒，往左边旋，哦，旋，哇！这用旋转，然后这里开前盖，哦，然后刚刚说的开那个油箱盖在这边，哇！好、哦、啊，灭火器必备，哦，蓝牙耳机必备，好、哦，因为车上没有喇叭，啊，电风扇呢？要放蓝牙耳机，少一个电风扇，对，然后这个是手打的，哇，哦，手打的。电度的，它、啊、这个是可以开关的，这叫做蝴蝶冲吗？对，它、啊、你开的时候，它风会倒进来啊，哦，冲到这边会倒进来、啊。反正今天就帮大家介绍这个1972年的金龟车，哦，蛮特别的，因为刚好去演讲，对，回来车友说要跟我们分享，对，我就来分享一下，看得出是一台非常有爱的车子。它跟摩托车一样，小绵羊一样气人，所以它不是说它要挑早上或晚上才能。对，像我台北炎热天气，就是要准备，然后塞车就更惨。灭火器，对。那这个回去，如果假设这车买了要供奉，一定要有个专属的车位。对啊，专属的车位，不要淋到雨，然后偶尔只能出去绕一圈，享受一下目光。真的，对不对？你刚停在那边，很多一直在拍，一直在看。哦，大家都在看，走过去没看的吗？不是人呐、啊！啊，对，根本就畜生，对不对？演讲结束，分享结束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ANA 有没有看到？哦 ，ANA 你知道什么？我知道全日空吧？不是，不是吗 ？ANA 是 Lady Go 她妹妹。安娜是不是 ？Do you want to build a snowman? Do you want to play? 今天的车马费用这个？对，车马费用。哎、欸，他说这个要申请才有、欸。对啊。哦，是谁桌子的、啊？干。哎呀、啊。多乱呐、啊！用过的卫生纸啊，什么小朋友。哎、欸，人家实验证明，桌子乱的人才是真正成功的人。我希望他成功了。倒没有。
JA825A 有没有看到？它可以搭载火箭筒飞弹，可以挂三枚子弹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this is the captain. 是士兵。然后就慢慢我是日本，不会叫人家所长，好不好？你叫秋叶原哦。我都叫戚夫的啊。戚夫主厨嘞。没有，我是餐厅打工人的。哎呀，秋，哎，要什么事？哎，差不多。哎，你们什么？哎，应该先什么先？那个是服饰店，百货公司。要什么事？不要，不要。耶。连车牌1972，对，还有专业研发的啊。当然啦、啊，哇哈哈哈哈，你看，好像新的一样。非常开心，我就觉得真的是会遇到喜欢车、喜欢同样的车友啦，很开心，对 对，有共鸣啊！我跟你讲，如果有这个1972的话，我还想是有目标去找1966。哦，更经典的没有，因为我是1966。愛と呼びただしん仏解放寺。